这个旅游团呢，带着他们这一行人呢，去了一个非常神秘的药妆店，骗消费者这个药呢，你是在日本买的，殊不知呢，这个药在日本根本就是没有的，在中国做一批货，再运到日本，再从日本卖给中国。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找到哪里讲。我觉得现在来日本旅游的人的越来越多呢，务必要听一下哪里讲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是个什么故事呢？他家有一个亲戚，然后之前来日本旅游呢，是参加了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带着他们这一行人呢，去了一个非常神秘的药妆店。他在这个非常神秘的药妆店呢，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治坐骨神经痛的药。然后他呢，买回去以后呢，当然那个包装什么的都是日文呀，就是因为你在日本的药妆店买的嘛，肯定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日本的药。买回去以后呢，觉得好像有一些效果，用完了就给我这个朋友说，你能不能帮我在日本再买一盒这个药，我觉得挺好使的。我这个朋友呢，就开始了在各种地方搜索这个神药的这个经历。首先呢，是在各种药妆店找了，没有。后来呢，又从网上搜索，发现怎么网上就搜索这个药根本就没有呢？最后没办法了，他这个亲戚呢，把这个药的包装给他拍过来了，后面呢有一个这个日本生产这家药的一个电话。我想说那没办法了，我就只能给这个公司直接打电话问你这个药在哪卖，我要买。打这个电话了打不通，最后没办法了，去了一个比较知名的药妆店，然后找到了一个服务员，就说一下我特别想买这个药，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日本的这个厂商啊在哪儿啊，或者这个药啊能在哪儿能够买到。店员呢也挺好心的，查了，结果呢非常让人瞠目结舌，这个药呢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是说不存在吧，起码在日本不存在，然后上面写的这个公司呢在日本也是不存在的。先不说这个药的真假吧，这个药就可能就是有一个公司真的是生产这个药，但是呢就是他骗人骗在哪呢，是骗消费者，就是这个药呢你是在日本买的一种神药，殊不知呢这个药在日本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呢他的这个亲戚呢就被骗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呢参加这种日本的旅游团带你们去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购物什么什么的，还是要小心一些。下面呢皆さん就要到了这个茶话会的一个小高潮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务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也跟上一个故事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涉及到假货。其实呢现在很多呢中国人呢都会买日本的一些产品，那这些日本产品是不是真的日本产品呢？我下面讲的故事就是跟这个有关。我之前呢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呢有这样一个在日本开的一个中国人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就是在中国做一批货，然后呢这批货呢再运到日本，然后呢再从日本呢卖给中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呢就并不是 made in Japan 了，然后也不是日本真正的产品，它所在中国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产这个产品呢，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呢就是不是日本的产品，他们呢还会在国内某知名的某书 APP 上呢宣传自己这个日本的产品，然后来迷惑就是消费者。比如说呢有一款仪器美容产品，当然这个日本的美容产品呢，它的可能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标啊，这些标呢都是经过这个专业的这个部门检定测定才会发给你这个标。这个企业呢就不知道是为了省这个检验的这个钱呢，还是它这个生产的产品根本就过不了这个检测的关，所以呢它这些标呢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Photoshop 然后 P 上去的，知道吧，就 P 上去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 APP 上卖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假货。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可能相关的这些东西呢大家也可能略知一二，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消费比较冲动的这个消费者不太知道这个其中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在种草的同时，网红产品呀觉得大家都用啊都说好的这个东西，还有你的购买渠道还是一定要更加谨慎一些，然后理智消费。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的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一点点小建议。好啦，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了，不知道这个茶话会大家还满意不满意呢？最后跟大家干一下杯，干杯。如果呢你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或者是有什么故事想跟Nani讲分享的，都可以给我
私信评论，还有弹幕。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留学的真相，出国必看。